下面表演的是喜剧小品。还得马主持人，您看见我们导演了吗？什么导演？朱时茂导演。朱导演。朱导演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那边找找，看看那边有没有啊？哪边？那边。来来来，这边找找啊。导演注意了，今天天气比较冷，是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，因此呢，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，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，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。只要是演员一到，我们立刻投入拍摄。导演。哎。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！那个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。那个导演，哎、对对对，导演，哎，服装，把箱子都打开。那个，哎，对，那个导演呢？道具都陈设出来。朱时茂，导演，哎，面熟啊！是面熟啊！您忘了去年的今天？去年的今天，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。一桶面条吃进去，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？您忘了？陈小二。哎呀，哎呀，快一年没见了。就是。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哎，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。哦，那好。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没有，就是个阴天下雨的时候，他还是有点浑身胃疼啊。哦，阴天下雨，那个叫做什么？这个。风湿胃，风湿胃，对，对，风湿性关节胃，对，风湿性关节胃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冷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啊！我找您，回去休息。不是，好，那个导演，我回去休息啊，赶快准备起来了。哎，据我，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。去，快去看看啊！导演，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，你都贴出去没有啊？对，贴出去了。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？有啊，在哪儿啊？导演在这儿呢。啊？您看，这不是招聘广告吗？您看这上写着“五官端正，身体强壮”，我觉得我都合格，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。我跟你说啊，去年就是因为你。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。是，我知道，我觉得很对不住您，可是今年不会了。不，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。导演，我跟您说，您说今天吃几桶吗？您说多了不敢说，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。导演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年不吃面条。不吃了。今年呢啊，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。我身体结实，您我还行。不，我要这个不怕冷的，我抗冻啊。导演，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。导演，您说是怎么着吧？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？不，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，我给您下个岔。导演，来，导演来，您到这边来看，您看呢？导演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您觉得怎么样？导演，您看我还能往上扛？还真练过啊，扛一扛。导演，好了，怎么样？我说，据我，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？不会有了。为什么？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啊！导演，您就答应我吧，导演。我跟您说，我这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，导演。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。你知道我对您好崇拜。行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年啊，再用你一回。真的，导演，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！是，这一下全看你的。没问题，导演。好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我们这个戏啊，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，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大变样啊。对。农村变化那是太大。对，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，他有的都买了彩色电视机、录音机啊，你说什么没有啊？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，还有老母鸡，还有养鸡专业户。这个，有的家里头啊，他还买了
机车、汽车、拖拉机、这个大拖拉机、小拖拉机、手扶拖拉机，骑着摩托车下地，那威风啊！都有什么？你是你说是我说？我说呀！哦不，是您说呀，对不对？您说，是不是？是因为这个啊，这个啊，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。哦，我都知道了。啊，我也不说了。哎，我跟你讲这个戏吧。哎，您说说这剧本。我这个剧本里头啊，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。中年农民。哎，这个中年小啊！我跟你说，啊、我今年正好30岁。啊，这个你看，我农民有农村生活。啊，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，我父亲您知道，那算半个农民吧。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，对不对？我下过乡，插过队，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。可在医院里呢，我对农村的形势呢，我是特别的关。导演，啊，你说吧。啊不，导演，您别生气，还是听您的。你说完了？啊，我说完了。听您的。说说。是。啊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个，对，是吧？这个。是不是啊？是什么是啊？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你不是，我刚才说哪儿来着？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啊？对，哎、我今天正好30岁。我知道这个你看我爷爷是农民，啊、我父亲能不能闭嘴啊？你，对不起，导演，你还是听您。这个中年农民呢、啊？嗯，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，哎，手里拿了很多的钱。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，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。是的，哎，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，对，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。啊，这个没问题，导演，这个没问题。我跟您说，不就是高兴吗？对呀，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。什么特点？我一看见钱呐、啊，我就高兴。哎呀，那钞票拿在手里，有一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五、三十、三十、四十五、十五。好了，没问题。你听着啊，我王老五啊不是，您不是改名了？什么改名了？您不是叫朱时茂吗？我说的这是台词。哦。台词，我说的。对，你说，相信你说，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没啥说的，啊，这什么导演？没啥说的，哎，都到我家喝酒去吧，哎，喝酒去吧，您看这身段怎么样？啊，哎，好，来一遍。来一遍，从头来。哎，是这个手指头、啊、是吧？你说，乡亲们呐、啊，啊，停，不要你说。哦，不要。来呀、啊，啊，来。啊，又要我说了。你说，乡，不要你说。那我就不说，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，对吗？我一个字都不说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？你我不笨，你怎么不笨？我是不笨。你不笨了，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？我清楚的很。清楚吗？你让我说我就说，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。我说是这样子的 啊，你说，啊，你不说，我不对，你说这个后边这个。乡亲们呢？我王老五等等这些啊，还让你说？对呀，我就是从你说呀，乡亲们呀，我听听，就是你说，你一定不要说。不是这个导演，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？哎呀，你看我的吧，我看您的，是不是？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，很高兴。你说，乡亲们，我就是这么说的呀，我都让你气糊涂了。是啊，我给你比划一下吧。哎，您比划着说。这个人，
你说，嗯，不要了，哎，这儿，啊，乡亲们呢？我王老五等，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。哦，您，啊，您这么一比划，我就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，把它剃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剩下乡亲们呐，我王老五啊，没什么说的，是不是？对嘛，对不对嘛？你这么一比划，不就清楚了吗？你一会儿你说，你不要说，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？这还是我的，不是？那当然了。好，算我的吧，你来吧，来一遍。不就这点戏吗？啊，就这点台词啊。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？没问题啊。没问题。那好，换服装。换服装，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。不，您看，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戏啊，它是山区里的戏。山区的戏。服装，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。那个导演是，您说什么准备？背心儿。啊，鸭绒背心。什么鸭绒背心啊？皮背心儿。不对。和毛背心也行。什么毛背心？那是什么背心？哎呀，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，打篮球的小背心。不是，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，导演们。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啊，-30度，这是。您让我穿着。我这个戏啊，它是夏天的戏。那咱们夏天再拍吗？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。是，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。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，对不对？您说是。那个给他加点小褂吧。他要不然他穿着疼。加个小褂。加小褂也够呛，这您说是不是？我跟你说他身体不行，那要不然这个剧务咱们换一个演员。不，导演不，不行，换演员那就算了，我坚持吧，导演。那好，坚持，换衣服。坚持，能坚持啊？能。好，换衣服。能，导演。哎，行。那行是行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，咱们可得快了。那个，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。哎，你给我快走吧呀你！各部门注意了，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。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，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。这个演员呢，他有个特点，他的鼻子比较大。哎，根据这个特点呢，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。还有一个特点，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。哎，根据这个特点呢，就是拍戏的时候，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，这个镜头啊，要有中景推到近景，最后啊要推到特写，表现的这种情绪。哎，说心里话，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，啊。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，啊，往漂亮的拍。道具别忘了，给他把那大的钱给他拿着啊。换服装快点，大家都在这么冷，在这等着呢啊。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，这个演员呢，他是一个外行，因此呢，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。哎，另外焦点要注意啊，你不要对到鼻子上，你要对到鼻子上。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，啊，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，哈，所以呢，你焦点要特别注意。哎呀，这天哪！哎呀，导演，钱拿来。毛巾不对。啊？毛巾不对。毛巾，要不这么着？是吗？不对。啊？回来？什么回来？你要拿下来。不是，哎，放在这儿，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。你放在这儿，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。擦
擦汗呢，我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哥们们注意了，演员已经来了，大家看一遍戏。预备，开始。啊，开始。这正式拍吧。你看来吧。不是，这受不了啊，大爷。正式的了啊。乡亲们呐，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。乡亲们，有一十，十五，二十，二十，今天晚上都到我家。没啥说的吗？还有一句，都到我家。没啥说的呢，还有一句就完了，都到我家喝酒去吧。停。啊，没啥说的呢，是没啥说的了。没啥说的，你说了吗？没啥说的，我还是 说什么？嘿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台词里头，他有一句没啥说的呢，有吗？当然有了。哎呀，导演，你看这一冷啊，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。导演，这句话呀，他是描。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，对，没啥说的，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。是，不过也差不多。哎呀，行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，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。多谢导演栽培，谢谢导演栽培。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。咱们正式拍。啊，正式拍。合着刚才那是？刚才试一遍。这么冷的天儿，能一遍一遍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胶片紧张。啊，他这人是有富裕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哥们们注意，正式拍。哎，这正式拍。预备。好了。我不行，导演，我赶快活动。好，正式拍。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拍去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去，你能怪我们？这能怪我们？哎，这，哎呀，导演。好了没有？什么？我好了没有？好了就快拍吧。我，哎，这早就好了嘛。好了，拍吧就，快拍。正式拍。正式拍。预备，开始。乡亲们呐，高兴点啊，高兴点。我王老五，我不要哭，活了这大半辈子。半辈子，我说你这干啥呢？你这干啥呢？你看你这是，这能怪我们？这零下三十度，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，啊！您看这鼻涕，它是不由自主的，它流下来了。您看，我说你是不是？您看这都，哎呦，导演，对不起，不是你，对不起。醒醒，你鼻涕，不怪我们。醒醒。谢谢导演啊！来，站好，正式拍，预备，站好，别抖，啊，别抖，谁抖了？你看你没抖，这怎么了？对，就是有点哆嗦嘛。你哆嗦什么呀？你说我哆嗦什么啊？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？对呀，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？嗯，小风一吹，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？是不是？对。怎么不对？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。我浑身发热？你想吧，啊，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？这么回事？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，浑身大汗。对，行，等一等，我去跑20里地回来。好，哎，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说，你设计个什么动作？设计动作？有了，导演啊！您看这个怎么样？
扇扇风。好，好的。我再拿毛巾擦擦汗。哎，对对对，要边擦边说，乡乡亲们呐，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呢。好好，哎，怎么样？停停啊！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，我上哪儿出这汗？导演，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哎，有办法啊！能让我满脸是汗，你满身都应该有汗。哎，那好，您说，您说。哎，化妆，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导演，我跟你说，不行，不拍电影，什么苦都得吃。不行，这苦咱受不了，快来吧。不是，导演，您这我这有胃病，导演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导演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要出人命了，导演，我这。好了，哎，转过来，好好，我们哥们们注意了，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的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，身上又浇了水，因此我哥哥们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，行了，不能再耽误了。行了，导演啊，我赶快拍吧，站起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说，不要你说，我不要你说，你跟我说吧啊，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王老五，我王老五，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，我发热了，什么呀？你说我满头大汗呢，我是，我浑身大汗。我浑身发热了，不是，浑身冒汗。你怎么搞的你？你这个戏就是，冻住了，剧务赶快救护车！哎呀你呀你，我说你身体不行吗？你非说行，哎呀你呀你啊！哎呀，还得我送你进医院。来吧，哎呀，你还该干。